还没有回来，你给出去。你是不是以为、啊、他不会回来？你钱在这个，你是不是以为你钱还在这个里面？没有，这个 app 是假的，这个 app 是假的，它里面显示你账户有钱，对不对？对，假的。从来没有一间银行会上门，没有一间银行会上门去跟你拿钱，没有一间银行会这样。你今天是来提领钱是为了什么目的？原本是为了什么目的？就是要装潢。对，就是装潢。啊，对，我们就想看你这点钱啊！你不要相信这个东西啊！你该了解的已经了解。现金多少钱？我今天提领50万。就是投资的啊，他要跟你拿装潢款，你自己这样讲，你自己信吗？你自己没有，你自己没有想开的话，我自己会遵守。对方有没有教导你以何种话术回避警方或行员的关心？他就跟你说有吗？他有、啊、不是跟你说警察，不是跟你说警察都不是好的，不是啊？你想一下，警察你要赚钱，我们当你干嘛？我们当你赚钱没有意义啊。那、啊、你有没有想要特别补充帮你做个记录的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变犯罪嫌疑者。不是啊，不是犯罪嫌疑，我们是防止你变成犯罪嫌疑的，因为有些人。你现在是诈欺案的被害。现在是被害的。现在是被害的。哦，你都不相信我们讲的。谢谢。就陌生人来讲，我们是本心的。因为我们绝对不会跟你说，跟你讲要钱什么。我可以离开了吗？啊，可以的。不聊一下吗？啊，不聊一下，我真的很怕你。你现在就是想不开啊。我不会想不开，我不是说那种想不开，我说你对于这个诈骗的。哎呀，你放心。那是洗钱账户。警示账户，案件数4笔。最近被报案了。那就是又被报案了，你看。已经被警示了。所以他们后面一定不会叫你转账，一定是面交。那这样还是执意要领钱吗？要领钱，你这样子，要领钱，你会的不是这个吗？我们了解一下，因为我们怕你被骗钱啊。是直接拿给他，是不是？那他大概几岁？有转账吗？没有。他大概几岁？啊？他大概几岁？50几岁。50几岁？啊？你将钱就给别人骗去？不会。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确定没事，我就相信你，好不好？大哥，我们来银行好几次了，很多人都跟我们说不会，后来是到我们派出所去报案。对啊。你是不是要投资，然后他有个客服叫你赚钱，对不对？诈骗，你看我都知道那么清楚，我光看你这个群组就知道，他有个客服、一个助理跟一个老师。不是啊，我光看你这个群组的名字，我花这样一点点我就知道了，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模一样？然后客服会跟你说，到时候银行都问你要用做什么用途，就说要买装，要做装潢。啊，这边那个我们每天。都会遇到，谢谢。那你现在有相信我吗？我光看，我还没有点进去看你那个客服人员哦。我光讲我就知道，我用光看客服就知道。你相信我们吗？我当然相信警察。那你相不相信这是诈骗？你现在相不相信？我不相信他诈骗。啊？你不相信他是诈骗？对。我们是要让你知道，让你们自有这个责任，保护人民的这个责任。也有义务。阿伯，你真的不相信我？给你看我上一届的截图，你就知道一模一样了。我离场，大家去看去年的股票哦。那我现在讲大家通俗，这个就是我那届的老师，他就会这样讲。哪一个？我另外一届诈欺的老师，怎么样？你要往旁边？我就问你啊，他这样子讲，你还是相信他？你看，他这边是这样讲，主力什么的操作部分，我看一下。他这个是哪一天？你的 app 是什么 app？ 假的。
哎、欸，这个名字我听过。这个一定是假的，我找给你看，一定有被爆过。他是给你网址叫你下载啊？哎呀、啊，对。工作证，假的，这个被抓了，这个人已经被抓了，因为他们专门去收人家钱，骗人家钱，垃圾，已经被抓了。我没有唬你，你看这边是。老实跟我们讲啊，你上一次他是怎么跟你来？他是有人派人来跟你拿钱，对不对？也有。什么时候？不一定。这个是不是老师？是吗？哪一位？这个是老师。哦，哪有行业？是吗？另外一个群组。你还有另外一个群组？对，就在给他们过下一些。两个我都有他钱。这个也是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又汇出去的，你放心。对啦，又汇出去的那些。你不要看我是老人家。没啦，我们就是不是担心你没法生活，是担心你就是工作一辈子的钱都被人家骗走了。人家几万的呀？啊！我说你让钱辛苦钱都被人家。我知道。我可以这样照一个相吗？啊，不要。你要拍给他看啊？不要。不要，不是我自己留你啊。那你现在有相信警察吗？相信。还是你觉得自己没有被骗？我自己没有被骗到。大哥，阿伯，我刚才都给你看了。应该说这一次没有被他骗到啦。对。